大红炸子鸡杨洋以小鲜肉当道，2006年电视剧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播出后，更是吸粉无数。除了有着一张初恋的面孔，磁性低音炮嗓音也成为粉丝们讨论的话题。不过，有着完美情人封号的杨洋与孩童的互动，简直让人笑翻天。近日，微博疯传一段杨洋和小朋友的互动，见他想把孩子抱起来，却在空中不停地甩，怎么样都抱不稳，一连串搞笑的互动相当逗趣。